也不是怎的，他就以为书考那日是您的死期，他就是掐着手指头等着您归西呀，他好当寡妇拿着蓄养金回济川逍遥去的。少主啊，他之前在您面前献媚，我当他喜欢您呢，结果他压根对您就不是真心呐，他就是盼望着回老家当寡妇。就他对您的那些好，那也是临终关怀呀，他就没把您放在心上过。我跟你说，给我气的呀！咱这样啊，咱现在就把他拘来，就在这儿啊，咱打他一顿，给您出出气。算了，啊，任他胡闹去吧，一切等书考结束以后再说。你下去吧。啊。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，气死我了！走吧。阴以柔为幼，男以强为贵，女以柔为美。女为悦己者柔，凡为人妻妾者，必一日三见面。棋差有辱副公，扣50违约钱。君还心，扣50违约钱。越感全无，不开入耳，扣50违约钱。菜都备好了是吧？嗯，要注意忌口。好，好都不能吃。侧夫人，侧夫人，今天是少主的大日子，时辰也差不多了，您快去准备一下吧。真的是今天？上次送药，竟是最后一面了。侧夫人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吧。怪怪的，这。待会儿等少主回来了，无论考得如何，都做几个好菜，好好给他庆祝一下。必须的。七哥，上回戴先生说那个重点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找不到？这句。哦。还有吗？还有这句。哦。哎，五哥。哎呀，父亲这怎么说？啊？你这次是不是还得问我们垫底啊？父亲这次会怎么罚你啊？我尽量垫底啊！去准备去吧！就是，哎呀，快点啊！宣六少主入内书考。参见主上。嗯。书考开始。六少主择题，论及减免赋税。却未曾将各川税政逐一谈论，只言及莫丹经三川，却是为何？因为只有这三川与新川体量相当，能为境以观。尤其是莫川情况极为特殊，莫川守着新川关隘，新川镇着莫川后方，新川想要减免农税，亦要顾及莫川，所以我在文章中主要论述了这三川的减赋之策，以期借鉴。金川重商，新川重农，如何相交？单看新川都城，方式颇具规格。若百姓日后想要务商，届时再去定制规则，倒不如提前预下。代川产矿，对沃川亦至关重要，为何不曾谈及？代川情况极为特殊，即便是代川主想要定税减赋，也要和各矿主商量。
但我新川不会受制于人，所以无需借鉴。主上，如此便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等等，戴迪已将文章给姑看过了。你有意取消苛捐杂税，只在夏秋两季征税，前任每户可劳作认定征收，对老弱病残、鳏寡孤独者皆免征。你胆子很大。老弱病残、鳏寡孤独皆无劳力，所以不应征收赋税。而春季需买种投产，家家皆无余资；冬季停耕沃田，还需钱财过年，所以只有夏秋两季适合征收赋税。书考结束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的胃病还不足以要了我的命。明明就说就说什么只剩半个月，那说的是书考只剩半个月。您考完考完了考得怎么样？我是头筹。恭喜少主，少主英明神武。行了，你们出去吧，我跟侧夫人单独聊两句。还有你。哦。完了，这是要干嘛呀？我看起来很弱吗？什么？是因为我看起来弱，你才会觉得我命不久矣吧？说实话，身边人是不会同我讲实话的，但我想听真话。行了，起来说吧。那我就讲实话了。但说无妨。少主确实有些略显文弱，加上我听别人说您从小体弱多病，所以呢？所以难当大人，爹不疼娘不爱，是少主中最弱的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您要如何处置我？
好自为之吧。爹娘，我将死，陌上花开，无关可速速归矣。切记备下酒菜，或漂牛肉，万不可少。少主，他昨晚没跟您胡说些什么吗？倒是说了很多你们不会讲的实话，也让我确认了我想让外界看到的，他们是真的相信了。少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啊？我怎么可能不跟您说实话呀？苏神对天发誓，自从您从嫡长主的帐下救下了小人，那小人对您就是一片赤诚之心，天地可见呐。那你说说看，我在外人眼里弱不？不弱。少主英明神武，怎么可能弱呢？啊，少主在我的心中犹如天神一般强大，无所不能。我对少主的敬仰。行了，你让刘宝全学着做一些继承菜，还有那个什么。火瓢牛肉啊。病人进来的陆少主，我罪不可恕，罪不可恕。曹夫人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少主胃病好了，川夫人下令今晚就给您和少主补上洞房花烛。你说什么？快来吧。这快来。谁今晚侧夫人就要跟少主圆房了，老婆子教您点规矩。今晚侧夫人沐浴更衣之后，少主就会来到您的房间。侧夫人，方才嬷嬷说的您都记住了吧？侧夫人别不上心啊，最好今晚就得六少主亲眼，然后你们俩就可以。你们新川人也太过分了吧，我都快死了还要给人去圆房。别呀，侧夫人啊。侧夫人，川夫人下令补办您和少主的合房之礼，就说明少主没有把您开罪他的事情放在心上，不然早就上报处置了。您不会死的。对啊，不会死了。可是我还是要跟人去圆房。侧夫人，别担心，我看六少主挺行啊。我不想知道这个。那您想想日后。是，您现在只是侧夫人，可是我们新川女子母凭子贵，您若能早日生下孩子的话，那您一定有一席之地。所以您可得努力了，若不能早日生子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被休的。你说什么？从前呀，四少主有个侧夫人，因为一直没有孩子，然后被一纸休书赶回了家。我们害怕你也被赶回去。赶回家？那也太惨了吧。六哥虽说已经做门礼，但是这闹洞房这回也不可少啊。是是是，得闹啊。还是你有福气啊，娶了一个又乖又温柔又体贴的，绝不给你掰手腕。哎呀，大事儿了。五哥，你那家丑就别外扬了，是不是？六哥，给你备了个新婚盒子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拿着。不用了啊，不用了，可以了。对，诸位少主，你看天色也不早了，哎，咱们就送到这儿吧，请回。回了，回了。哎，拿着，好好学习。哎呀，马到功成，走了。哎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你怎么吃这么多垃圾？我不小心多吃了一点。你怎么小吃就吃一点点？我去，少主，怎么了？少主，少主，侧夫人今天不太方便。不方便。少主。
真的不方便。少主，我一不小心破相了，就不能见您了，请您原谅，先回去吧。破相？让开。我突然特别想吃麻辣羊肉，就一个没忍住去厨房端了点儿。嬷嬷说了，破相者不能见少主，这是不敬，所以今天晚上还是先回去吧。我突然胃疼，如果川夫人问起来就说。就如实说吧。是。少主要是这么有兴致，您可以另寻旁人。您这么英明神武，肯定能寻到那个愿意又方便的。我上火了，不太方便。今天上火，羊肉就不要吃了。交代刘宝全，不要让侧夫人接近厨房。一定的。终于不用远方了。你又想来厨房偷吃东西啊？我上火了，想喝口凉水。哎，侧夫人，您昨日偷吃辣椒烤羊肉上火，按规矩破相者不宜面主，您就没弄事情。如果今天您再吃错东西出了状况，不能全了礼数，那小人也就不要当这个差了。不行，我真的要吃口。哎，少主之命难违，侧夫人请回。我少主可真不是个人呢。少主，怎么跪着呀？怎么，罚他跪两下，你就心疼了？无妨。夫人在叫我规矩呢。今日晨醒，主上说川夫人病了。方如，你收拾收拾，准备进宫，去给母亲施疾。嗯。郝家的脾气比你好，更适合侍候母亲。带着他一起去吧。多谢少主。你让他去，那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侍疾辛苦，他不是能跪吗？母亲面前就由着他跪着，免得你受累。最近嫡长主夫人没有欺负你吧？我自己选择的东家和掌柜，虽然出来务工，吃点苦难免的。你要是实在不开心，就跟我说，别惹会憋坏的。嗯，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吴娘不高兴啊，我跟你说个笑话吧。从前有个……别开屏了，丢人现眼。疼疼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呀呀，哎呀，呀，这么多人呢。要是我能像上官一样自在，就不用为侍寝的事情担心了。你不想侍寝啊？嗯，所以来侍疾啊。哎，你知道川夫人为什么生病，生的什么病吗？
被三少主气的，上了火，又着了风寒。这三少主啊，是所有少主中容貌最为俊美的一个，而且他的生母是金川的一位贵人，给他留下了万贯家产，就是那个剑眉星目、仪表堂堂、风流倜傥的三少主啊，就是他。这三少主啊，年幼丧母，所以新川主和川夫人格外疼惜他，自小就养在这中医店里。新川呢，嫡庶分明，除了三少主，最受宠爱的就是嫡出的二十两位少主了。嗯，果然是亲自养大的，受纵容惯了，才会在宫外花天酒地，把川夫人气成这个样子。但如果三少主一直不回来，那我就能一直来侍寝，能住到里面就更好了。小薇，慎言。川夫人今日累了，各位把补品留下，就请先回吧。你方才说，这是谁准备的？是六少主的侧夫人李薇。唤她进来。见过川夫人。露水琵琶，甚是不错。你心灵手巧，想必能与老六琴瑟和鸣吧。多谢川夫人的夸赞，我和六少主还好，但您的身子如此不适，让我留下来照顾您吧。只要别让我回府跟六少主待在一起，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啊。你这姑娘很好，但照顾我就不用了。你回去把老六照顾好，早点与他开枝散叶，为新川宫多添点子嗣，就是为我分忧了。是。所有人都没有见到川夫人，就李薇见到了。是啊，那个小蹄子，他专门准备了枇杷水，去讨川夫人欢心。你是蠢吗？他会送你不会送？一罐子枇杷水而已，厨房不会做吗？少主放心，李薇进殿前。我已经叮嘱他为咱们家多说几句，让川夫人知道我与夫人已在殿外等候多时。也是算你有心了，好在川夫人知道你们去过，回头呢我也好向父亲那儿有个交代。晚上等我忙完了去你房里。是。是玉冠，玉冠，玉盏、玉瓶、玉冠，我们都是李薇的侍女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他都骑在您头上了，您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呀，侧夫人？侧夫人，哎，整容最喜欢把你赶紧把你的东西都。
给我扔出去！这给我扔出去啊！你别拉我了！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内心怎么这么大？我吃的有点多。送我。怎么了？郑哥哥，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哎，李薇，他故意推我啊！你看还弄碎了我的桃花。你这么叫我不合适吧？还是叫我为兄长。你看我的手都破皮了。此女名叫宋武，是一位将军的义姑，六少主的生母何夫人之前认下的干女儿。本来啊，她是跟何夫人一起住的，但是她和十一少主水火不容，所以就在这儿寄住了。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啊？前阵子出去玩了，刚玩回来。其实我可以自己来的，真哥哥，我你怎么就突然不会好好说话？我一直这般呀，倒是真哥哥，你不知会我，突然就娶了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侧夫人。而且还住了我最喜欢的房间，你是不是不疼我了？宋武是我生母和夫人收养的义女，这名义上算我们的妹妹。我们的妹妹？她确实有些任性，你多见谅吧。真哥哥，你不为我做主吗？是李薇她故意推我的。你要是不来我们房间捣乱，她为什么要推你？我们的房间？可是这就是我喜欢的房间呀。你之前已经答应过我了，要给我做书房的。谁啊？谁答应了？啊！我就是喜欢这一切嘛，我就是喜欢。看来在我这里是委屈你了，不如把你送到我母亲那儿，让你当大厨吧。等等，既然是一家人，何必为了一间房间伤和气呢？既然妹妹喜欢，那今晚就跟我住吧。少主，侧夫人怎么对宋姑娘如此热情？会不会是要下黑手啊？她就是怕我进她房间罢了。啊？她还怎么样吗？啊？哦。你的这两个丫鬟叫玉萍、玉展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以后我的两个丫鬟就叫金萍、金展。金萍，二丫，咋了主子？磨磨唧唧，以后你就叫金萍，另外一个叫金展，你知会他一声。啊，是，下去吧。你们也下去吧。我不就去睡觉吧。我不跟你睡，你睡地上。行，只要你就留在我这儿睡，这床就归你了。但是这被子呢，是我一直盖到现在的，要不我给你找一床蚕丝被。哎，不行，你这么容易就松口了，肯定不安好心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想睡地上，这样就好跟真哥哥告状，说我欺负你。我哪有想跟真哥哥告，又少主告状，我没有想跟他告状啊。你还好意思叫他真哥哥？那是你叫的吗？像你这样的人，我在宫里见多了，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的算盘，想拿我的把柄，没门儿。一起睡床。娘，我好饿呀。娘，我好饿呀。今天吃了撑死了呢。闭嘴。你整天都没什么事。喂，我老实点。哎呦喂！
好扎了！李薇，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大胖哦。昨夜是我不对，这段时间太清汤寡水了，我太饿了。哎呀，来，你昨晚没睡好，现在多吃点儿，吃饱了补觉，睡得更香。一会儿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你。我还去你的房间？你别做梦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一块睡。哎呀，拜托拜托，只要你肯留在我房里陪我睡觉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奇怪呀，你为什么非要我陪你睡啊？算我求你吗？求我？那行，那你给我当丫头。睡好，肩膀疼，好好捏啊。好。你这没吃饭啊？使劲。啊！你要捏死我呀！我天生力气大，不好意思啊。算了，金平。这是簪子，戴上。我说给我戴上啊！李文，你是不是成心的？哎呀，你这头上有个包。什么包？你就是不会戴，你笨死了你！我帮你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主上万安。老三有多久没来晨醒了啊？父亲，三弟这事儿确实不妥，他身为少主却久不上朝，一直在外面沾花惹草，弹劾他的折子都堆成了山，如今母亲都被他给气病了，而且以为应当下旨让三少主就回到宫中，成日在父亲眼皮底下谅他，也不敢不上朝。哎呀，这件事儿他终归是家事，没那么严重啊。他平时不是在你手下吗？不如你去劝劝他。实不相瞒，儿臣已经劝了他多次了，但是他屡教不改，儿臣实在是无能为力啊。那老四呢？父亲，三哥有自己的考量，况且儿臣素来不敢忤逆兄长，恐难当此人。老五，你去。父亲，那个大家都知道，平日我和三哥没有什么交往，我去劝他是一定不听的。都退下吧。是。父亲，儿臣有一言。说。若是三哥能自行还宫，是不是就不用下旨？哼，自行回来，怎么可能？我想试试。少主，车都备好了，这侧夫人找不到了。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雨也掉的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？你好好的，一会儿被晒黑了怎么办？哎，不是少主。真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他昨天行了，下不为例。
居然为了一个侧室这样对我。林明义母都说了，以后我才是他的夫人。也不是吧，何夫人说的是，你要是实在嫁不出去，就委屈一下六少主也行。别装了，醒醒。你怎么看出来我是装的？刚才抱你都没用力，一看就是装。没事儿，说我本来就轻。哦。这还是我入宫之后第一次出来玩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哎，咱们去找三哥，把他请回宫。有你在会方便些。父亲让我低调行事，有你在，这会觉得是婚后寻常拜访。听说他给每个红颜都用节气起名字，莫不是要集齐24节气吧？那我听闻三少主将自己的红颜知己以24节气命名，还有许多姑娘正在报名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我倒是没听说过。那我还听闻，三少主剑眉星目，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。等到了，你自行体会吧。三少主，人到了。到了，就到了。你同我一起去迎一下吧，怎么说也是六弟，面子上也得过得去啊。你们先去，我晚点，免得太过热情。等等。不要与那个季川的走太近，免得近墨者黑。好帅啊，果然美男多自恋。六弟，好久不见。三嫂，这一眨眼你都成亲了，这就是六弟妹吧？真是个美人儿。见过三嫂。三嫂果然人美气质佳，不愧是最帅少主的夫人。那这传闻中的三少主是该有多帅呀。三少主到。抱歉各位，刚才处理事务来晚了，六弟妹等着急了吧？刚到。内子对你仰慕许久，这一路上就说你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剑眉星目，仪表堂堂，大家公认的，没办法。画师，既如此，我就将这张我亲笔签盖的个人画像送给你，拿回去珍藏吧。多谢。今天时间不多，不然我就让画师将我们共同入画，也挂在这里，以表纪念。好，都看呆了啊，三哥，咱们单独聊聊。那好吧。海棠，照顾好弟妹，我与六弟去去就回。六弟，请。请。这画你要是不喜欢就扔了吧。别看他面上跟你活络着，他可特地交代说嫡长主不喜欢六弟，让我也不要与你多来往。这样啊。多谢三嫂如此坦率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为难你，先走了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正因此，我们大家当即决定要和六弟妹成为姐妹。你们大家，跟我来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节气姑娘们。
人间眷恋之味，温一壶清茶看时光静美，杏花流水看鱼儿飞，且尽眼前美酒一杯，为心之所向年岁，煮一更朝露映明月星辉，冬雪纷飞春风同醉，任有诗情画意相随，时间中华秋月千红百媚，与你相遇是最大的欣慰，看万家灯火烛影幽微，又一盏静待我归，寻常一书一番的多姿多味，每日因你相伴才最珍贵，恰是好时节红泪青梅，只为不过晨昏相对，为心之所向年岁，煮一更朝露映明月星辉，冬雪纷飞春风同醉，任有诗情画意相随，时间中华秋月千红百媚，与你相遇是最大的欣慰，看万家灯火烛影幽微，又一盏静待我归，寻常一书一番的多姿多味，相伴才最珍贵，恰是好时节红泪青梅，人间的智慧不过晨昏相对，寻常一书一番的多姿多味，每日因你相伴才最珍贵，恰是